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平安，很高兴一个礼拜的开始，我们又在这里聚会了。那我问一下，你们的心预备好了没？预备好了。没关系，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他已经帮我们预备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要追随主的脚步，将他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。就是这个时刻，我们要大声呼求主的名号，让世界各国都来敬拜他。那请大家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带着神秘爱，直到盼望再见。
Oh,
今天的传道，他当守望的料。我们背后的祷告呢，就像那个发电机一样，我们祷告越有力呢，我相信我们的传道，他的就是会更有力气。所以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经历，就是我这一阵子，因为前一阵子就是骑摩托车，然后不小心滑倒，所以手有拉伤。手拉伤呢，整个筋、整个肩胛就非常非常不舒服。当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是痛到睡醒，那手睡觉的时候不知道该摆什么样的姿势。我们要同心合一的。
心合意，让他们真的能够